过来上班了，今天接到总部的任务，我们运送货物的列车在运送过程中车辆没油了，损坏在道路上了，让我过来驾驶这辆列车，把受损的车辆还有货物给拉回来。上车准备出发。鸣笛，松掉手刹，插入钥匙，点火，加油门。好，我马上赶往现场，把受损的列车还有货物给拉回来。哎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列车损坏在哪条铁路啊。算了，先过去吧，我这辆列车也没油了，到前面去先加点油。哎呦，看见了看见了，已经看到损坏的列车了，正停在中间这条铁路啊。慢慢过去，鸣笛，准备和前方损坏的列车对接，拉手刹。前方列车停下。好，已经对接了，下车过去查看一下。下车把门打开。你们这辆列车咋回事啊？车辆没油了，拉了这么多货物啊，车辆损坏了。哦呦，两个女司机啊，你们今天第一天上班是吧？来，把手刹松掉，我来把你们拉回去。我来驾驶我的列车，把车窗打开，把前方受损列车先拉回去。前方人员别着急啊，我的车一直在冒烟，你们这拉了多少货物啊，这也太重了，感觉我这辆列车都推不动了，而且我的车都快没油了，还好我路过，不然你们的工作就保不住了。先推到加油站加点油。哎呀，完了，我车没油了，推不动啊，你们这拉了多少货物啊，这一眼都望不到头，这明显这车可能拉不动啊，只能等待救援了。